当北方人带南方人吃东北大蒸饺，为什么你包蒸饺要自己和面啊？我咋吃啊那饺子？你直接去菜场买那个饺子皮不就好了吗？那不行，那太小了，你帮我和一下。我不会啊。炸！你不会和面？我们家小孩都会和面。我们南方基本上没人会和面，都是直接买的。那你没吃过真正的饺子。吃几个啊，兄弟们？我吃俩就行了。两个？你今天饭量有点不对呀、啊。天杰，我吃二十个。你吃多少？二十个。你吃我的三个都吃不下。等一下有什么硬的菜吗？想啥呢？我今天就吃饺子。就吃饺子有啥吃不下的？我吃二十个。你真的假？不是，我们是蒸饺，跟你们说沙县蒸饺不一样。那有啥不一样的？底楼大的，放心做，吃完我倒你起头，李老师。有你这句话，那我可饱了。小伙子还是太年轻。这个叫蒸饺、啊、这叫蒸饺，早就提醒过你了，这都赶上我脸大了，哪有这么大的呀？你是不是故意整我的，做一个这么大的蒸饺？蒸饺都这么大，你只要的二十个过来还有的事儿去。你吃，你这才吃俩，还有十八个呢。突然想起来我妈做了凉皮，她说我再不回去她就饿了。糊弄谁呢？吃不了是不是？能吃能吃。今天晚上我看住他。好嘞。我今天就跪地，我看到你时候，快去快去！不要